张工啊，你老骗我呢，怎么？我敢骗你吗？我这么耐你，你还骗我对吗？没有啊，我这上网买东西都没有，买不了，你给我嘛卡？不是，我给你钱了，不搁那卡里了吗？我看看，你那，你没绑定卡，你把卡绑定上，他不就能买了吗？我绑定了呀。你哪绑定卡？你没绑定，自个儿绑上去。是吗？我绑定卡了。你在干嘛？这个衣服好看吗？太冷了啊，你会得肩周炎啊。这个总可以了吧？不行不行不行，露太多了。这样总可以了吧？你们收拾好没有啊？走啊，是吧？我们现在为什么不包办婚姻了呢？嗯，妈妈，我希望你能给我就是包办婚姻，没关系的，我不用恋爱自由，就是我要是靠我自己的努力，我这辈子怕是嫁不出去了。我男朋友近视，我男朋友也是，我男朋友1.8米，我男朋友也是，我男朋友有点黑，我男朋友也是，我男朋友广东的，我男朋友也是，我男朋友电话18200025。我现在告诉你们什么叫做一口牙毁了整张脸，看一下我的双眼皮吧，还行吧，鼻子也还可以，脸型也 OK 啊，就是这一笑。我左手有猪脚猪脚，右手有猪脚猪脚，谁也不知道我有多么油腻。李忠禄这条鞋绝对行，笑话你还在录。以后找我有事直说呗，别老问我在不在，你让我咋回答你？我说在，你找我借钱咋整？我说不在，你请我吃饭我没吃着咋办？所以有事就直说，这样我好知道自己是在还是不在。我们一起学猫叫，一起喵喵喵喵喵，在你面前撒个娇，哎呦喵喵喵喵喵，我的心脏砰砰跳，迷恋上你的坏笑，你不说爱我我就喵喵喵，我们一起学猫叫，一起喵喵喵喵喵。这是我表妹，每次出来吃饭就特别为我省钱。表妹你为什么老是出来？我让你吃好的你为什么不吃啊？因为你没钱啊。哥有钱，吃好的花随便花。那你为啥没对象？我觉得我今天应该说一件事情，就是我刚去上那个洗手间的时候，然后一排男的看着我从里面进去。
他们就瞪了我一眼，然后我就很尴尬的走出来，我去一个女去了那个女厕旁边等了好久好久好久，等所有男的走完之后呢，我又默默进去了。